开始。这是这是我们的 camping 的装备，我看看。我都吹火，我觉得我们这些技术不行。我还答应了我同学，带他来一号公路，我来开车。我觉得我们俩不行，我觉得我们俩不行。我感觉这样可以停两台直直的吗？就是本来就是给你，本来就是两个车位。对呀，那为什么还有还有多给一个呢？你一辆车是一个钱，然后这里是洗澡的，转转吗？这是洗澡的，对啊，澡堂。澡堂，这里是120吗？120，我们现在是，我们在里面，我们在往靠那边。对，那就管一个吧。对，我们要再管。这个是洗澡地方。对的，一会研究一下。哇，这车好大。这是开个公交过来吧？这个车好贵的，我的天！这是豪华 camping， 我们是最简陋 camping。就是在这里附近的话，就可以挖象拔蚌。我们上次就去挖象拔蚌了。象拔蚌。我们这个样子的吗？好委屈，搞不出来了。我们是很急，我。就这样，伸进来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把绕一个圈，然后把这根线从这个圈里面一直绕。对，这样子一直绕，对，一直绕，然后绕个七八下，然后拉紧，我就会这么一直。一招打遍天下。我们到了海边呀，它怎么长？它在石头上面的。好，下边快回头。钓鱼，是章鱼啊，还是螃蟹呢？你别走啊，别走啊！等你回来。好。啊，开始了。鳗鱼。我们今天的第二条鱼。第二条。一箭双雕。它也有鱼了，好小啊，一点点。你这么小一条石斑，你好意思吗？首先拿个毛巾把它包起来。把鱼线剪掉，他说吗？是吧？鱼钩剪掉，他是什么？鱼钩不能剪，钩还要是吧？是的，主要是因为你留在里面，吃起来不怕勾到钩掏出来，对，那就把它虾肉给它吐出来，洗出来。我是乌鸦嘴，没事，不要紧，就这样，我们把扔进去，反正我不吃他的头。哎，这么小，那你先扔进去，也要。那什么呀？小马在这条船上走，它好红，它很大力气。摔一下，放进去。哦，好快，快起！对，然后疯狂摔。摔死是吗？啊，好吧。是没有，是因为它的那个毛特别容易粘那些乱七八糟脏东西，然后很难清理。所以我每次它下雨天，我就洗个洗个。可以。可以，还算干净，正常。哎，馒头下，你别抢它了。
饱呢，你刚吃过了，忘记了啊。哦，他吃的好文雅。对，他吃的特别慢，特别文雅，所以他也不用时间。是我们的帐篷。这个船好大呀，这船非常的大。比柱子还要大，那比帐篷还要大呢，比帐篷还要大。真的比帐篷还要大。嗯，现在头发都笑。天哪！你伤到人，伤到车，谢谢你。哇！为什么他们都不生火？他们怕冷是吗？怎么就在里面了？妈就往怕冷是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空调很难受，你们更难受。我不玩了，我吐你们，就吐你们。看鸡翅吧。我们就扔在那里，让它自己烤就可以了。对。哦，放火里烤是吧？对。对。那怎么把它拿出来呢？多烧点，多烧点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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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点。怎么着？这个酱太好吃了，是吧？这酱太香了，我的天！这谁这么聪明炒出来的？哈哈包多一层，对对对，包多一层。只有这几个鸡了。这几个鸡。哦，又可以了，来来来，等一下先把这外头，我准备给你撒了。虽然很黑，看不出照了什么，但是是两位在烤鸡翅。能真烤鸡翅？把它包起来吧，扔在这里吧。嗯，把它放起来。把它包起来。哦。大厨现场自己，那我们来近距离围观这只鸡。这个鸡叫什么鸡？那是叫花鸡。不，它不是叫花鸡，它叫什么鸡呢？这个鸡就厉害了，这个鸡啊，女装神鸡。哇，闻到香味了。它是那种重口味的还是轻口清淡口味的呢？也不是很上火的。哇，厉害，这个皮一定很香。喂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看着好像挺不错的哇。这可以吃，这可以吃，就打把这个鱼打。做做，做点子，酥酥，香不香？不错吧？走，到外面吃吧。吃，怎么吃啊？直接拿着吃，拿手套就可以吗？哎，别上手，别上手。你炒菜哪里呢？你炒菜的？这些已经撕开来了，太牛了。我们拿筷子直接夹着吃吧。不用，拿个刀子切一下。刀切呀？啊？嗯。我这个是直接。姐姐，你的帽子，你的帽子已经成了跟纸一样的。
你帽子人家泡泡上了。啊？我的帽子！我天！直接吃啊，直接吃，自己吃就可以，自己吃，对，自己吃。哎，哇，不错。哪里？鸡腿。我现在咸了一点点，因为我放盐了，放一点点。放点更好。这是我们的睡袋。嗨，你睡得怎么样，飘飘？很暖和，两阵绒，值得拥有。你值得拥有。这是我们的睡袋。我以为是三点多，看，我从闹钟响，我还在这里面贴了一个暖贴。是六点，那个时候我很困很困。这是狗狗麦基，麦基穿上之后的，他们眼睛是亮亮的。半个小时我才睡着，那个、你咋了？我真的是，你这么牛逼的吗？对呀，这是红杉绿树林。农民工吃法。是几乎是我们在一号公路玩。哇，这冲浪是吗？是啊，是冲浪。这很冷吧？这个季节。啊，这个海水是冰的。他们穿那个潜水服。他们穿那个也很冷。没有很厚的，很厚，但是你进到那个冰水里面，你还是很没找到。就看你耐不耐了。哇，你把它带过来。走，还是遛狗的。来，有吃的。好骗子，你刚才吃什么东西？哇，还挺有意思的，那几个小房子。对，这个都很漂亮。这个球修了应该有两年了吧？我回去两年，他修两年。迎接你。看到山上面看，下面全是云，但实际上云下面就是云海。开吃。要踩一下，往前面这个对。差不多了。给大家看看什么叫鸡钓，就是在海里面钓鱼。我猜的，这是有钩要上来了吗？这件红色衣服的人。突然呆住，开始用力挥动鱼竿。咦，是有东西了吗？应该是没有，不然他会很高兴的在庆祝。宰人呢？这是10块钱、9块钱的加油。这宰人呢？太贵了，没见过那么贵。但真的这个价，你看，20点，两竿的20块。哇！还好我还有一格油，至少还能走100个迈。啊，这也太贵，没见过这么贵的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贵。真没见过这么贵的。好。
拍一下大家。我们终于爬了下来，从这么高的山上竟然爬了下来，太不容易了，我们真厉害。哎呦，可以，这么多。您直播，老黄敢买，看，我们先挖个小的，再往旁边这个大的挖上来。我这个挖大的好深，我操，他妈有点紧。啊，先挖这个，先挖这个。哇，哇，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，这个这么大，还带个小的，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了。我家应该拿个铲子来一铲、啊、哇，这好大，这个把它铲上来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，这个能喂口吃的真的不容易。我每次钓鱼挖这些累死累活就为一口吃的，其实好吃的都是什么海鲜的这个，所以这是什么呀？是虾还是螃蟹？这个是一种螺，一种什么螺？贝壳之类的一种，差不多吧。你看它两个脚跟个黄花两个脚一样。哦，哦，一个海星，下面我们就要动手，是的，把它把它捞上来，抓住它游上来。哇操，这么紧！来，我先把这个海胆弄上。这个海胆要吗？啊，太小了吧。这个不要了。等一下，让我来。要拿什么？要不要拔？你把刀。我好臭海胆。它是死还是活的？千口 PhD， 我千口可以 PhD， 马上可以。宫里有365个千口，每个千口我都抚摸过，无数遍了。来，来坐过这个，他口要这样子才干净，要把一粒沙都洗出来。煮了第一锅千口，讲讲哪？讲哪？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。来，这是你锅里。你们讲拿哪里吃？这个吗？哪个？啊，可以，还是这个进来。好鲜啊，一锅。我都吃了。那个白几小时千口，白到我死。哎，这个还煮不煮？哇，你们还有千口吗 ？OK。千口吗？是千口。我想吃。那你扒一个，我们看看。这么小啊？哪个可以吃？哇，它这个肥一点呢。这怎么吃呢？怎么吃呢？啊、这怎么吃呢？拿这个是吧？黄的吃到是吧？哪个要吐呢？这个也可以吃，但是这个好就不吃。
哪个头哪个头不是呢？这怎么还有个小螃蟹？螃蟹买大送小。哪个不能吃？哦，你这个都可以吃啊，你这个没有那个头啊，对，整个都可以吃。哪个是头呢？啊，哪个是头？它的头，它这个头在这里。哦。他在拿东西。它也是美食啊。对呀。这两天最丰富就是啊这个肉了。吃口饭做出怎样的努力，在打伞，伞的背后在鱼涛和青口打保驾护航。现在烧的特别好，加热一下个菜，你要加热一下吗？可以加热一下，加热一下。我们吃完了哦，我给他们加，够吗？啊，应该够吧。还有把椅子，可以，好鲜啊！快几句赞美，好鲜呀！哎呀，我先把这个，这几个是东海的龙王都没有他鲜，东海的龙王是吧？太鲜，算了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，好香啊！给大家找个勺了。哎，有鱼骨的，大家要小心了。哦，那个真的是要小心了。再给端一个你们。你看这好吃吗？来，被大哥发现这个美的。我现在干嘛去呢？等一下走大楼，因为不然脚上全是沙。哦，好。我现在干嘛去呢？虽然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可以听到我们说话。我们捡漏的袋子。我们去洗澡。捡漏的袋子。那你想象这个地方竟然有洗澡的地方，体验一把。只有我们在用，因为其他人都是房车，豪华。只有我们非常艰难的露营。房车。人家房车。看，全都是房车，全都是房车，全都是房车。其实我们是住帐篷，我们是 homeless， 真正的 camping， 真正的 homeless。我靠，我今天写了一天的笔记，这下面没有一个帐篷，全是房车这些，全靠意志力在撑。终于是洗澡的地方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哎，Hello。Day three。馒头在哪儿啊？馒头呢？我们走啦。找不到了馒头了呀，怎么办？找不到馒头了，我们只好走掉了。哎呀，拜拜，别！哎呀，还渴了呢。叫半天叫累了。馒头呢？馒头呢？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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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如果车里又有个汪了，你得加个高。又有个汪，你得卡给。怒刷存在感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了，上车了，拜拜。哎呀，哎呀，激动的呀！来，走，赶紧走，姐姐。龙虾卷是吗？龙虾卷是这个。是龙虾卷。我靠，这个地方实现，我觉得。加手机充值。这边。Oyster。No， 我觉得这不行。我沙滩，从沙滩走啊。不是，为什么要从上面往下？那个沙滩直接这样过来了。
下。啊，这个风景也很好哎。这是可以是不是很简单？可以，不难对吧？我怀疑我下不来了，我觉得看这个 view 蛮好的，我喜欢喜欢，那就下不来了，是啊，下不来，然后也是不是很低的，但是就直接把整个好吓人哦，感觉如何？感觉非常酸爽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拜拜。